was love at first sight on the 2nd of July. Met her on the 3rd floor 4 times in one night. It was a little bit of magic. 缺乏本场比赛来自意大利克里纳一声哨响，比赛开始了。体育场内无数的闪光灯同时闪亮，想记住这一时刻。这个就没有办法了。有你的快递。子，感谢你一直以来的陪伴，你知道吗？在我的心中，你一直是最迷人的精灵。来吧，让我们一起去巴西过我们的世界杯甜蜜之旅吧，把最美好的瞬间记录下来，放到照片墙里。这次世界杯，为爱加变身。人的一生中会遇见2920万人，成为情侣的几率只有0.00004%。为爱家变身，迎娶里约热内卢情侣之旅，紫辰世界杯大促等你来。